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爆出了不伦恋。古拉斯去年竞选花莲县长失利之后，回国总统府担任发言人。不过现在被周刊踢爆，跟已婚的随扈爆发了婚外情。根据了解，李姓贴身随扈的太太发现两人亲密对话，在一气之下将两人告上了法院，求偿100万元。对此呢，古拉斯表示说，他并不清楚对方的婚姻状况，同时火速请辞发言人获准。而男方遭到调离主管职务，最重可能被记大过处分。不过现在他的太太呢公开发文怒轰说古拉斯是说谎，更要求总统副总统为他主持公道。花莲人要解隔离。去年九合一大选，古拉斯以总统府发言人身份竞选花莲县长，当时身边总是跟着这名帅气高大随扈形影不离，如今却遭周刊爆料古拉斯和李姓随扈爆发不伦恋。镜头前合影，甜蜜笑容洋溢脸上，没想到这名随扈却是有妇之夫，守护国家的主权。6月17号，花莲县信赖之友会，古拉斯陪着副总统赖清德出席，李姓随扈妻子就在台下拍照搜证，更掌握两人亲密对话截图。男方帮古拉斯取名代号叫圣母峰，女方还打趣装备不够无法攻顶。两人更计划生小孩，用电影 Lucy 来取名，甚至带着男方围巾大秀甜蜜。两人还到这间民宿幽会，被李姓随扈妻子事后在房间内找到古拉斯的包包与灰色鸭舌帽，但古拉斯脸书发文说不知道对方婚姻真实状况，从未逾矩。男方也发出声明向古拉斯致歉，说太太同意离婚却反复，状况没让对方知情，还说两人想象仅止于对话，从未有过亲密行为。考量到社会观感以及领导同意，李元调整为非主管职务。没想到李姓随扈妻子公开发文指控古拉斯下指导其要老公处理婚姻，更喊话总统主持公道，向古拉斯说谎，还要求赖清德党主席请民进党还我老公。主席怎么看古拉斯卷入不伦恋风波？总统怎么看古拉斯发言人卷入婚外情风波？有关心吗？发言人惹意，正副总统低调没回应。总统府发出声明证实古拉斯请辞发言人获准，原住民政坛明日之星却牵扯地下恋情黯然下台。记者洪强、肖瑞生、陈敬业台北花莲综合报道。